Thank you.
其实也还好啦，这样子才刚打完巴黎世家的大火车，接下来好像是要去那个拿不死鸟的地方，但是其实忘记了，我现在该何去何从？看一下现在。不知不觉21个小时，走吧。我看是往这边吗？好像是这里的样子。看攻略本啊，说到攻略本，那个。昨天看攻略本说是在那个哪里，那个绝壁内部会有那个缎带，可是现在打开来的话，那个箱子打开里面居然不是缎带，我还很期待可以拿到那种全异常状态房子的说，是有改还是怎么样？还有重打一次这样。我没有拿到诶，就是我打开那个预定的箱子里面，结果那个里面是什么提升速度的东西？后期啊，我看一下，好像是说后期你在大空洞还是那个古老的森林里面，要把一个那个怪物那个变化成那个。那个变化才会变短板这样，可是就是那个头上有一颗星星拿着灯笼的蜥蜴，他一捅人就死了。哎呀，你是这里吗？我想一下。变化这样，对，大空洞的菜刀啊，那个超可怕的。看一下，就是要把它。那个这个攻击力变成八分之一，但是如果你用这个八分之一的力量打倒他的话，他就会变断带，好难办的感觉。哎，秘密竞技场最后一只啊！哎呀，好，那可以试看看。看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。真的、啊，真的、啊，好，那大概是打完那个神罗飞空艇之后再过去。神罗飞空艇啊，我想一下，还久的样子，那么老，哎呀，上倍数。不是这里吗？哎，这里，这里。
情况，看，
的是随便放，还可以再买和古董比，哎，真的好。用人海战术。
真的要跟他们打到全灭吧。
Thank you.
会怎么出去又进来？哎呀，凤凰，凤凰，有点可爱。植物，肥肥的植物，被你哭死了，马蹄。飞走了，飞走了，飞走了！明明是那胖的鸟，飞走了，不见了，看不到，不能转视角，好吧？海底魔化炉，好。要回去看克劳德了。克劳德，对。但是其实会很想带着除了克劳德之外的人到处乱晃，虽然很多地方都没开。上面的鸟不见了，鸟和蛋都不见了，突突的，哎呀，看一下，
带着我们的神殿，去看一下鹿行鸟生的。鹿行鸟生人的家应该是在附近。敌人的瓦萨，敌人的，敌人的什么呢？敌人的招式呢？刚才打那一架花了十几万钱，看医生，真的没什么奇怪的东西耶。对，要去看克劳的耶。但是又不想去看克劳的耶，让他住院嘛。进度喽。绝对完全看起来没有任何作用的破烂钥匙，去骗东西。
系统得到了被诅咒的结果，是被诅咒的结果，不是被诅咒。小心就抓到露西鸟的话怎么办？
继续呼吸解决。可以再撑一集。下一集就出人命了，好，又讲了。
先比较的干净。三点了。不是多虑，到处都是 cloud 的，啊，几块几块。
くりしていてね。体罚的空间。